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上一下 textile，也就是文本样式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有多么的 powerful 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行了。这节课也不是说特别难，因为这些都是基础练习。那我们先随便制作一个 artboard，然后文本样式的话，我们首先就要有一个文本嘛。那我们现在点击 insert，然后这边有一个 text 文本。那我们打一下。Hello，那之前介绍给大家这个 inspect panel 就是在右边嘛，然后可以调一下 typeface，我们用一下 Roboto，这个是安卓的默认系统，然后我们来一个 medium 吧，字体我们设为大一些，大家看得清楚一点，我们可以居中。颜色的话，我们可以选蓝色。那基本上这样一个文本样式，我们已经设计好了。那这个文本样式呢，是可以储存的，也就是像所谓网页设计的 CSS 一样。那我们在这边看到 no text style，就是它现在是没有文本样式，是你每单独建立一个文本的话，都是你自己设计的。那如果你要储存它的话，你点击这里的一个 arrow。这里写 create new textile，就是创建一个新的文本样式。你点击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写什么呢？我们可以像网页一样，我们可以做一个 heading one。那这个 heading one，大家可以看到，在右边的话，它已经从颜色、字体大小、间距，包括粗细，它都已经是跟我现在自己设定的字体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就是，当你有很多很多种 style 的话，你是可以一眼认出这是一个什么 heading 的。那这个基本上就已经储存好了，它就是 heading one。这个怎么用呢？非常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在设置一个文本的话，它已经默认是这个 heading one 了。那我们打另外一个字，悠悠。大家可以看到，我选择 heading one 的时候，因为这个刚刚已经默认了，所以不是很明显。我们可以取消一个样式。然后做一个，当它做一个 default 吧。OK，我们左边一个是 sans serif 非衬线，右边那个是衬线的，那这样子区别大一点，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比较。那当我在做了一个非衬线的、有衬线的一个字体的时候呢，我选择文本样式就是刚刚储存的 heading one，我点击它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哎，不好意思，这边出了一个 bug。不好意思，就像刚刚大家所见的，这个 bug 实在是太大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个这么大的 bug。我们重新建一个文本吧，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Sketch 有时候还是会非常的 buggy。刚刚在 apply 这个文本样式的时候就出现了意外，当然这个不是这个大家可以接受一下，因为它经常会这样。但是这不怪这个软件了，也可能是我系统的问题。那回到刚才，我们现在又非常 random 了，创建了一个文本，然后刚才所说的我们要apply 这个文本样式。点击 heading one，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本跟之前的这个是一样的，你可以在里面任意更改你需要的文字。它唯一的好处呢，就是说当你在文本样式 on 的时候，如果你更改它所有的属性，红色的话，它是一起更改的，你所有的文本样式会一起更改，所以非常便捷。这个是比较酷的，这个跟网页是一样的。那这个在实际的设计当中会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它的好处是哪里呢？就是，当你设计很多 screen 的时候，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现在如果要做一个 button style，我举个例子啊，非常快速的例子。假设我在这三个 screen 当中有三个 button style，对不对？那我这个 button 的话，里面会有每个页面都会有 button，然后这些 button 会有不同的语言或者是更改形式。那我假设
在第一个 button 我在设计的时候呢，我就把它设计成文本样式 ，create new style，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是 button one 这样子一个 style。那我再读另外一个页面的时候，它也有一个 button style，它可能就是不同的语言 no thanks。做到第三个的时候，可能就是I wanna cancel this，对不对？那你在很多很多页面都做了这些 button style，然后最后在回复 review 这些 screen 的时候，你发现，哎，我并不想要用这个颜色了，那怎么办？我去每个页面都改的话，非常非常麻烦。但如果这个是文本样式的话，你可以说，哦，我要把这个改成绿色或者是灰色，或者是我要自定义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我只要改一个的话，其他都改了。包括如果要改对齐，这是左对齐还是居中还是右对齐，你只要改一个的话，所有的文本样式都会更改。所以它是就是同时 live 版本的更改，而不是说你需要去一个一个页面更新。只要你储存了一个文本样式，它就会在右边这个 style guide 里面就有。所以这个在做很多很多 screen 的时候，当你要比如说，你确定好了你这个按钮是这个样式的，你就可以把它存成一个文本。你确定好了这段文字是这个样式的，你就可以设置一个文本样式。这样，当你在改这些字体大小的时候，你只要改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到每个页面都点，这样也会有遗漏，对不对？所以这个的好处是便捷你的更新，就是文本样式的更新。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你只想单纯改一个页面的文本样式的话，比如说我只想改中间这个的话，你首先需要做的是把它的文本样式去掉，因为它不会跟其他的文本样式连着。把它去掉以后，你随便怎么更改颜色，它也只是针对这一个界面更改，所以这样就没有连锁反应，这样就不会 mess up 你的其他的 file。所以这个是我想要说的，因为它有它的好处，但是用的时候有可能会 mess up 你其他的 file，所以一定要记住，如果你只想改一个页面的话，千万要先把你的文本样式关掉，先把它 turn off，然后再去改它。如果没有关掉的话，它是会影响所有的文件的，所以谨慎用，但是非常好用。好，那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见喽，拜拜。